一段而起，爱恨纷纷的欢呼，我敬你一杯一干而清的黎明。我在南极憧憬你的北极星，我等你的星星星都想你，你是天地，你是等待的马蹄，滚滚了我的红尘，苦苦追寻冰的雪地，一朵昙花，一朵雨，一朵雪花，一朵梦境，捧在手掌心，一颗尘埃，一菩提，一个流星，一个你，一心一意捧在手掌心。
山。尖叫声大声一点。讲得好好啊，非常之犀利啊！我刚刚有点很错乱，突然间中文歌唱一半，说：“哎，好犀利啊！”好犀利啊！你真的有听到？中文歌那个广东话那个切换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错乱。没有，我讲得很好，讲得标准吗？对，很标准。我再教你一句吧，好挂住你哋啊！好挂住你哋啊！对，我们都很想你。然后呢，其实再次来到香港吗？有没有特别想念的人？或者美食或者地方呢？非常想念香港的大家，因为距离上一次已经有七年了。我们通常有一句话叫七年之痒，我们有七年之痒了吧？没有。你们有痒吗？有。OK。 刚刚有解痒吗？解痒了。有声音有解痒，对不对？ OK。所以每次他说哎，叮当我们是想念你的时候，我们只能去 KTV 唱你的歌，然后我们每次说你的歌都好难唱，他都唱 key 啊，他也不降。我觉得这是一件让我觉得很想念香港的朋友，因为我去年跟今年都有在台湾跟广州还有上海，有很多香港的 fans 然后直接飞了，这一次大家不用飞了，终于来到香港。你知道我刚刚在唱歌的时候，你知道我已经出道17年了，然后你突然之间会觉得说，哇，一下子好像回到刚刚出道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一个工作，你要回到那种热情，刚刚新人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兴奋，是很开心，是真的，我很爱唱歌。大家都感觉到，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回来的时候，觉得说，哇，这么久，然后这个一个工作，然后做了这么久，然后这么久跟大家没有见面，但是那种兴奋跟那种感动跟那种热情的感觉依旧还是在那里。但这一次我回来的香港时间比较久，我这几天我每天早上8点多我就会去逛那个菜市。哦，为什么？你要做菜吗？我自己做菜。我自己有那个有准备一个锅子，然后自己做菜。我很因为我觉得我觉得疫情教会我就是开始要享受生活，我觉得在每一个当下我们要好好的就是照顾自己，然后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以前常常来香港，但是每一次都是匆匆来匆匆走，所以我想要真的很体验到就是融入香港的生活。你知道我去逛菜市场的时候，我每次都看很多姐姐阿姨他们有还价，然后砍价买菜，然后就哇，这个鱼好新鲜，你是在买鱼，非常有生活感。教你一句，平啲啦，平啲啦，便宜一点的意思。哦，便宜一点啦，平啲啦，这个非常有用。然后很有趣，对对，很有趣。而且呢，其实这次来香港开演唱会吗？准备的心情怎么样了？可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明天立马开吗？为什么这么快？没有，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点像那个演唱会现场的那个的气氛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当是演唱会彩排好不好？好，rehearsal。rehearsal。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去看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就是要看 live。你光听歌好像还蛮有距离感的，但是你要在 live 的时候，那个氛围感跟那个感觉还是蛮不一样的。对，你们刚刚有感动吗？感动吗？有哭吗？有。现在是说，为什么听你的歌都在哭？我唱很多爱情的歌，爱情的歌也很多。但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我自己在唱同一首歌，好像以前在唱的时候我也会感动，因为我也在感情的故事里，或者我可能也在经历很多爱情的过程。但是我现在因为对于我来说已经单身了很久，我好像也没有那种想哭的感觉。你们还会有吗？他们在点头，他们在点头，都有。那你们就只能当排毒了。哭很好，哭很好。对对，抒发一下。对对 对，而且我发现我有很多男 fans 很会唱。刚刚我看到，走了。然后有看到有一位男生，然后边录的，才不然后眼泪都出来了。我觉得好像现在男生都非常的投入那个情歌。我只能说，现在男孩子都很会谈恋爱。
对啊，男女生都会投入感非常重要。而且我听说这个演唱会呢，会颠覆大家对于你的演唱会的一些想法。哦呀，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好像大家都印象中的话，丁哥叮当都唱情歌，丁哥，叮当哥，叮当的歌，丁哥都是唱情歌。OK， 但是其实我的内在是一个舞棍，我很喜欢跳舞的。对，我平时在家里听音乐都放那个就是蹦迪，有没有？我很喜欢蹦迪，所以这次的演唱会就是跟我的性格一样，一半热情，一半安静，所以我们有一半开场就是会带大家一起跳舞。其实我觉得大家要先回家练舞，对不对？在台下的时候，来放点音乐，看一下，马上马上来练，立刻。真的要吗？逼人啊！真的要吗？好啊，要。真的要吗？一小段。要。哎，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你知道我有很多歌迷，现在大家都说我从小听你的歌长大，所以今天有好多小 fans， 我们要从小开始，你知道吗？Hello， 小朋友，挥一下手，你放野兽也可以，可以吗？放一点点。OK。哇。对啊，我不用跳，我看你跳。那我来跳吧。你跳，你跳。能教我吗？怎么跳？没有啊，就不会跳，就身体摇摆。对，摇摆一下。哦。冲动一本冲突狡猾，扛起虚无高挂，坚持心与王国，是你的野兽将束缚你摆脱，抛下自我，小借我记住我们，当世界就是的，一起唱跳舞，感谢叮当，谢谢你的第一次，感谢第一次送给你。哎，然后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当我们在一起吗？除了是这个演唱会的那个名字，也是你之前的专辑的名字吗？对。其实它的意思是什么？想给带给大家的那个信息又是什么呢？其实这一次我的演唱会，因为我们大家经历了一段都非常辛苦的旅程，所以对我来说，我不想跟大家有那种距离感。我希望跟大家很近很近，所以这一次其实有会设计会走到大家的身边，我觉得那种感觉特别好，就像一个很好朋友，很久不见，我都在，你在，你都在，你也很好，我也很好，然后我们都把自己彼此都照顾得很好，不管我们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哇，我觉得在办演唱会的时候，大家像个好朋友聚会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次演唱会的名字我很喜欢，就是当我们在一起，走要起的走，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是让我们觉得哇，我原来真的是很感动，因为我们十七年彼此陪伴了走了这么长的路，所以我很开心，很期待，我当天也会把自己状态保持得最好，让我浪翻你们，期待一下，期待一下。然后现场我们再来一个游戏好不好？